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两岸三地加国情。我们今天呢要探讨一下边境重开的问题，最主要是加美之间的这个边境。那我们知道呢，联邦政府在周一就公布了开放边境的时间表。那么本国呢8月9号起允许已经完成疫苗接种，也就是说打两剂的这样的一个旅客，并且他有病毒测试阴性证明的美国人入境加拿大。那9月7号起欢迎全世界打齐针的旅客。那我们先来看看这条宣布。随着国内疫情好转以及疫苗接种率不断上升，联邦政府公布开放边境时间表，将会在9月7号起让已经完成疫苗接种至少14天的各国旅客进入加拿大，而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更可提前在8月9号起入境。旅客需要经 ArriveCan 程序提交他们的疫苗接种记录，而他们来加拿大之前也需要进行病毒测试，需要是阴性，不过抵达之后则不一定需要接受检测。8月9号起，边境检测将会变成抽样性质，同时3天酒店隔离措施将会取消，但是旅客依然要有14天隔离计划，以备一旦官员认为他们不符合豁免隔离条件。至于12岁以下没有获准接种疫苗的儿童也可以豁免隔离，但14天之内不可以去学校等群体场所。8月9号开始将会有再多5个本国机场允许国际航班降落，不过来自印度的航班延长禁止入境到至少8月21号以防范 Delta 病毒传入。好，欢迎大家回来跟我们共同探讨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这个就加美两边的专家啊，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疗中心的临床药剂师江建医生。江医生您好。您好，各位加拿大的观众大家好。另外是卡普达诺大学商学院的朱新岩朱教授，欢迎您。好，您好，您好，各位观众好。另外是时事评论员刘贤斌先生，欢迎。主持人、各位嘉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有幸请到了江建医生，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半年，江医生是非常忙啊，他一直在这个一线，包括施打疫苗的，而且2月份就已经打了这个疫苗哈，他跟我们分享过他以前的经验。那今天有幸请到他，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目前因为谈到封关的问题，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美国现在施打疫苗的情况是如何。江医生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美国呢，从去年12月15号已经对医务工作者开始了疫苗注射，然后呢，在大概2月份的时候，对于大规模的注射的已经开始了。开始的时候呢，注射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应该是世界上除了以色列和一些小地方之外是最快的。但是呢，最近疫苗注射进入了一种停止状态啊，注射量是非常非常小的。现在呢，18岁以上完成至少一针注射的大概是68%，全部完成2针注射的也只有59.6%。这个数字呢，从7月1号开始到现在，只有一个小幅度的上升。那么我对比一下和加拿大的情况，对比一下，加拿大其实打一针的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加拿大打了一针的百分比是78%啊，但是打完2针，因为那个疫苗的数量不够，打完2针的还是有一点点啊延后，其实是50%。我相信再过半个月左右，加拿大疫苗注射的百分比应该会超过美国，这就是现在美国这个疫苗注射的遇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难题。那您觉得他的为什么这个2剂的接种率这么低呢？就是说他这个其实最近一段的变化比较低，就是好像很多人不愿意再打了，是不是这个状态？对，因为呢这里面有
政治因素，也有医学的因素。当然了，我作为一个临床药剂师，我只能观察到的是医学上的因素。最主要原因呢，打了第一针之后，有很多人产生了副作用，所以呢，他们害怕第二针的副作用比第一针更加厉害。再加上呢，网络上面呢有很多对于辉瑞疫苗啊或者莫德纳的疫苗啊，有很多不同的谣传，这些谣传呢也增加了很多人的心理的这负担啊。最主要的呢，很多人觉得呢，我打了一针，我的防御能力基本上就够了，因为有很多数字显示，你打了辉瑞或者打了莫德纳一针之后所产生的抗体的量和其他一些疫苗打了两针的都差不多，好多人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觉得我打第一针基本上就没什么大事了啊，有这么一个思考的范围，所以呢，很多人呢就不太愿意去打第二针，或者呢，有些人就想延缓一点。啊，我等多2个月啊，等多3个月啊，就像你们加拿大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要等4个月才能打第二针吗？那些人觉得啊，我也等4个月打第二针，没多大问题，所以呢，造成了一种莫名的安全感。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在谈这个开关的问题啊，就是说打2剂疫苗，而且是第二剂在14天之前打，那同一时间呢，他又拿了这个所谓的阴性证明，您觉得这样的人过境的话，应该风险不是太大吧？我觉得这类人的风险还是挺大的，哦，最这主要样的是，OK，这个病毒有一个潜伏期，你那个不隔离，你当时如果举个例子说他过关的那个时候正好被感染，或者感染的刚刚一天，你的核酸测试是阴性的，但是他进入到了加拿大境内，在那个时候的话，他可能病毒在不断繁殖，繁殖到一定量，他的核酸测试会是阳性，但是他没隔离，加拿大不会再测了，这些人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病毒的携带体，在加拿大整个国境里面游动，这样子的话，他可能变成一个超级传染源，这个可能性完全存在。那您觉得现在如果这种开关的话，这个风险如果这么高的话，还是会有一个所谓的下一波疫情出现的，是不是这样？很不幸，我只能告诉你，对，就像以色列、就像英国、就像美国一样，你们也看到了，以色列完全开放之后，最近的案例上升了，从上个月每一天大概只有几十例，到现在一天有上千例。英国你们看得很明确，一个月之前每天大概是几百例、100多例、200例，现在的数量5万例一天，而且他们说，因为他们是19号完全开放嘛，他们觉得这个数字，我们比较保守的估计，很快就会超过 Alpha 这一波，就是说，他每天的可能有20万、30万的人感染都有可能。而美国在7月4号开放之后，我们也看到了数据一直在上升，在7月1号的时候，美国每一天的确诊案例大概在15000例左右，而现在已经接近5万例一天了。加拿大现在是很好，加拿大案例是很少，但是这个通关一开放，就是人的社交距离一旦消失的话，这个上升是必然的，只是上升的幅度是多少，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因为这3个国家的幅度上升是有不同的，因为个人的生活习惯啊，各种是不一样。好，谢谢江医生。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朱教授，因为我们知道大家一直说要开关这件事，本来也是喊了大概1到2年的时间。那现在对于经济来说，当然开了以后会有比较好的这个积极正面的影响，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大家是不是担忧有更多的疫情出现？朱教授，您的时间。其实我觉得这次加国宣布开放边境，更多的因素就是它首要因素，我个人觉得还是政治因素比较多一些。那么其实这里边在讨论的时候有3个层次问题，其实在内部已经讨论很长时间。一个呢，
就是政治因素，包括有可能我们这次秋季大选，那么大选的前提的话呢，是要争取更多的选票。那么有很多加拿大很多人，有百分之大概有12%的人，他们在美国有资产，在美国有休假的习惯，我们叫他们 snowbirds。所以这些人的话呢，实际上是在 Manitoba 和 Saskatchewan， 包括 Ontario， 都是很重要一个票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能已经承受不住，继续封关的这种国际的这种所谓的作为。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如果加拿大再继续封关的话，那么直到今年年底的话，加拿大经济会有很大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个只发钱救济普通老百姓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可能经济很难再起来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政治因素可能比较多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这次就是美加两国没有同时宣布，像他以前一样，从去年的3月份开始，完全都是 bilateral， 这回是这个所称之为 unilateral， 就是单边宣布。我个人觉得是美国有一种传统，就是他在边境上是一个全开放化，是应该照顾的它的南端和北端，还有它的空中。现在美国在边境，在这个美墨边境上是问题解决是。肯定是解决不了的，而且短期没有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如果你想象一下，作为拜登政府，他要是只开放北部边境不开放南部的话，在国内他的政治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是一种不正常的不平衡，而且给了川普这边一个很大的一个借口，就是说你看你只敢开放北边不敢开放南边，你这是一种失败。而且他们当时在选举的时候最大的争议还是南边的边境，并不是北边的边境。所以从美国的政治看的话呢，也不能够只开北边，要开就咱们就干脆南北都开，要不然咱们就南北都不开。那么加拿大我刚才讲了，因为政治因素很大，因为它有个选举的问题，可能选举的问题，所以呢它现在开的话呢比到选举前再开要好得多。为什么呢？如果你现在开的话，如果再扩大疫情的话，你还可以把它完全把它那个什么关掉，而且借口非常充实，不会对选举有很大影响。如果你拖后开，比如你8月份开，我不你那个什么9月份开，你10月份进行大选的话，那个时候如果要是再有大疫情的话，你没法招架。从政上来说，所以我个人的话呢，第一个就是这次开放主要是政层面上比较多一点。那么我们待会再谈谈经济层面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美国不敢开是因为它有一个政治考量，而且政治考量很重要，因为美国要马上有中期选举的。所以如果你要开的话呢，你不开南边边境的话，对美国的政坛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就是对拜登政府是一个很大的不好。那么加拿大的话呢，因为我们的疫情比较的好一些，所以呢我们有一种冲动，就是我们先开开试试。我个人觉得话呢，因为打疫苗的比率不会再往上走，刚才江一兄也讲得很清楚，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人为的因素啊，或者这个其他因素。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因素可能加拿大是没有办法来控制，所以有点想学英国的这种佛系的防御方法，就是干脆全面放开。我个人觉得，我不懂医学，但是我个人直觉是感觉到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所谓的变种的这个病毒。这种所谓的 virus， 你没有办法通过打第二针来防御到，而且打了人以后还会有很多的都是还呈现出所谓的阳性。那你封边境还有什么作用呢？所以我个人觉得话，从疫情来看，从政上来看，我觉得打开边境呢都有它的必要性。那么可能政治因素比较多一点这一次。好，谢谢朱教授。那刘前斌，我想听听你对于这个封关的看法，因为我知道你本身也是这个旅游业者，那么当然对旅游业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但是你觉得有没有考虑到这个疫情的这个问题？你的观点是怎样？首先呢，就是谈到这个疫情啊，因为这个疫情已经是世界上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了，从最近这一年以来啊，那疫情的严重不严重呢？我觉得跟三个因素很有关系。第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我们是不是自己做好一些防疫的措施？我看过有一些朋友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啊，可能是在两岸三地啊，在国内啊，在台湾，在美国加拿大，在疫情的期间还会感冒的人，这个就是你的生活习惯不好啊。因为这个流感呢，跟这个所谓我们这个新冠病毒啊，这个症状呢，其实这种病症其实是一样，就透过呼吸或者是接触或者是这个饮食传染。所以呢，如果在这个疫情期间还会感冒的人，这个你要检讨你的生活习惯啊，这第一个，跟生活习惯有关系。第二个，跟你所施打的疫苗有关系。比如说现在在美国、在加拿大、在英国啊，各有不同的这个疫情反复。
英国的疫情反复呢，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大家要了解，就是因为英国自己研发的阿斯利康这个 AZ 的疫苗，它的防疫力呢，这个对于 Alpha 或者是 Delta 这种变种病毒呢，远远比不上我们在美国、加拿大所施打这个所谓 Messenger RNA 啊 mRNA 的这个辉瑞跟莫德纳，所以它能够反复呢，跟疫苗本身的有效力也有关系。第三个就是呢，这个本身这个国家的政策跟疫苗的施打率非常有关系那么我要跟这个江医生讨论一下其实呢，加拿大的两剂的施打率呢已经超过美国不管您那边美国的官方数字还是我们这边加拿大官方数字有些出入，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这边的资料显示，我们的施打率已经超过美国了，已经超过50%了那当然就是按照美国现在这种自由乐观的这个民众的心态来讲的话，就算我的资料错误，那么未来的很快的一两周之内呢，就像江医生说的加拿大的施打率也超过美国现在加拿大第一季的施打率呢已经高达80%，第二季施打率呢是超过50%那不像在美国这个可以送乐透、送吃的喝的，大家还不愿意打。那加拿大呢有一个好处这个国家的政策不说，我们加拿大的国民呢就比较乖我们是比较保守的，所以呢政府说要打，我们就会傻傻的去打那么这个是好事我觉得是好事。那对于美国跟加拿大边境我们现在第一个跟美国加拿大最有关系，就是美国加拿大边境呢是否要开放其实这个事情呢已经在一年前疫情发生的时候呢就已经一直在讨论。那么美国其实一直不希望加拿大提早关这个国界开放，第二美国也不希望加拿大迟迟不开放，因为美国的人口是加拿大的10倍那么美国人如果能够来到加拿大的话，对美国有非常多的好处跟帮助。但是呢，加拿大迟迟不愿意开放，因为美国的疫情呢首先发难这个严重的不得了，然后加拿大那个时候呢还迟迟的没有跟上那现在加拿大对美国，你可以发现现在的新闻，不管是什么时候开放，不管是最近或者过两三周要开放，都是单方面的让美国已经打过第二剂疫苗而且已经经过14天的人可以来加拿大，他并没有说加拿大人可以打过疫苗有超过第二剂超过14天的可以到美国。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单方面的，也就是美国对加拿大施压，加拿大必须要开放国界，并不是加拿大想要到美国去这个你一看就知道是哪一个国家要求要解封的那当然现在呢听说这个解封的时间可能会有变数或者延迟，那就代表一件事情，加拿大怕了加拿大怕这个美国现在还不愿意对疫苗施打有积极作为的政府跟民众，第二加上美国乐天派的这些想法随意就想来加拿大旅游，然后就像刚刚江医生说的，如果把这个各种不管是变种没有变种的病毒带来加拿大的话，可能会给加拿大带来经济跟医疗上的重大损失，所以我赞成加拿大就保守性的来防止这个病毒呢提早的在加拿大发生疫情扩大。对于旅游业来讲，我们持乐观的态度，只要疫苗有效，只要大家防疫做得好，只要大家注意个人的卫生跟安全，那么对加拿大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疫情反复不会像美国跟英国这么严重。谢谢。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来探讨加美边境重开的问题，等一下回来。欢迎大家回来跟我们共同讨论这个加美边境重开的问题。我们知道呢，美国政府呢已经更新了边境的这个措施，而且宣布继续对非必要的旅客关闭到至少到8月21号。也就是说，两个国家现在处于一种很不平均或者说不平等的这样一个状态。不过我们的总理杜鲁多呢自己也说了，就是说从来两个国家的这个边境政策都是不对等。Sorry. 来，重新来。
欢迎大家回来跟我们共同参与这个有关加美边境重开这个话题的讨论。我们知道呢，美国政府已经宣布了它更新了它的边境措施，并且宣布继续对非必要的旅行关闭到至少到8月21号。我们先来看看这条新闻。好，我们回到这个现场。我们知道呢，总理杜鲁多其实之前已经说过了，就是觉得两个国家的这个边境政策没有必要是对等的。那么呢，我们知道这个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他曾经提到，就是现在其实用飞机还是可以到达美国的，如果加拿大的这个旅客想去美国的话。所以应该说从这一段的封关比较来说呢，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封关措施似乎更加严格一些。不过我们想请教一下江建医生，我们知道这次的无论两个国家到什么时候能够对等的重开，这可能是另外由政客来讨论的问题。但是我们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美国现在这种施打的情况其实不平均。比如说刚才在这个休息的时候谈到这个加州的这个施打的情况，您能不能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在加州似乎这个施打率也并不是很高的。其实加州施打率从整个美国来看的话，施打率是算比较高的一个州来的啊。但是呢，里面也存在了很多的问题，因为呢，各个主义施打积极性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我们亚洲人，特别中国人是非常积极的。我所住在的旧金山的湾区，我们亚裔符合条件注射的百分比已经接近90%，但是你要看另外一些地方，像墨西哥裔、非洲裔，他们由于种种的原因，他们的注射率就非常低，他们注射率往往只在50%或者甚至在40%左右在徘徊。所以说呢，从整体来看的话，在整体来看，加州有些地方注射率是非常非常高，有些地方注射率是非常非常低。这个和移民状况有关，和上学的就是知识程度有关。另外呢，还有就是各个主义里面它传的消息有关，因为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消息啊，在各个主义里面有不同的效果。那么之前呢，有各种有关这个 Delta 病毒的这个传闻，比如说辉瑞打两剂可以抵御6-7成的感染，这个目前不戴口罩是否安全呢？您觉得如果过关的这些程序是否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呢？不行， Delta这个病毒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病毒，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临床观察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Delta 的病毒和原始病毒相比，如果进入到人的体内，到人的肺部，如果说原始病毒它只能翻一倍的话，而 Delta 病毒可以翻几百倍甚至上千倍。也就是说，一个人感染 Delta 病毒，它的体内的病毒的含量是原始病毒的几百倍，也就是它就是变成一个超级的一个传染者。如果这个人不戴口罩，又有了疫苗护照进入到加拿大的话，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传染源来的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现在你们看那个以色列也好，英国也好，他们 Delta 变异造成的突破案例，所谓的突破案例就是你打了疫苗之后仍然会被感染，仍然会被重症，这个我们叫突破案例。这个突破案例里面很大比例，基本上有些地方说是80%或者85%的比例，就是这个 Delta 病毒啊。如果这个 Delta 病毒，当然在加拿大 Delta 病毒也是一个主要的变毒变异病毒来的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还在没有在加拿大大规模的流传。如果再从美国输入一部分的话，那么我真的是非常担心加拿大也会再度出现一个高峰。那么从医学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所以我觉得口罩这个东西是最最廉价的一种防护来的，所以戴口罩、洗手、保持距离
在我的眼里是最最方便、最最廉价，也最最易行的一个防疫措施，所以口罩必须要戴。哦，那最后一个就是在这个部分一个问题的，就是说如果传染，如果打了两针再传染了 Delta 病毒，它的症状会不会稍微轻一点？会。现在像我就在这个周末，我已经接触了好几个突破案例了。嗯，我们和传染病学专家们已经讨论过，我们在湾区我们所看到的情况，现在的突破案例有这个四大特征。第一个，他们的年龄相对比较大，一般都是在60岁或者甚至70岁以上的老人打了针之后，他才会有这种突破案例。以色列的平均的突破案例的年龄是72岁，啊，英国我还不清楚。第二个，症状相对来说比较轻。如果说你们观察一下，像去年如果说被感染了新冠病毒的话，他们往往有些时候要住院，要住几个星期才能恢复，才能出院。但是现在他们往往住院，我们最短的住院两天我们就让他走了，因为他们血氧一下就稳定下来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产生重症就是需要插管的比例少了很多。也就总的来说的话，你打了疫苗之后，哪怕被传染了 Delta 变异，你变成重症或者说死亡的可能性大大减低了。哦 ，OK， 好，谢谢江医生。那我们请教一下朱教授啊，因为其实江医生刚才说的这些话，我们觉得大家似乎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制定政策的人都有听过这些的这个建议啊，可以，但是问题。封关势在必行，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怎么能够取得一个平衡呢？您的观点。其实这是政府里面很难做的。我刚才听完江医生讲话以后觉得这个真受益很多，知道了这个基本的一些知识和基本的一个保护的方法。但是从为政府角度来说的话呢，有两个问题现在我们解决不了。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疫情控制，我们现在其实完全是一种就是 ad hoc， 就是说随他而去，然后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方法。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能够使经济不完全的流失它的本能的这种恢复能力。如果像我们以前那样还继续的发放救济款的话呢，可能对经济刺激性并没有很大的作用。第二个呢，对于行业的保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加拿大的GDP 里边有8%到12%呢是从服务业，包括服务业我们说的包括旅游业、餐饮业、教育业，有很多行业，而这些行业是最需要有顾客的。所以美国，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在这个在尼亚加拉那个就那瀑布那个地方，每年美国人到那个地方去访问的占了超过50%，所以他这个当地政府的收入的话，有60-70%是靠着国外，特别是从美国来的这个访客，从他们那得到收入。那么与此类推的话呢，像温哥华也好，像这个蒙特利尔也好，这些大的中心城市。这个旅游行业的这将近两年的损失，可以说不光是失去了收入，而且失去了他这个从业人员和专业化的人员的这个他们流失非常非常厉害。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要持续的这个我们持续关闭的我们的这个最边境的话，那么这个行业可能以后就完全就会就他可能恢复不了了，他恢复不了了，因为他的很多从业人员已经完全走掉了。今天就是在我们社区里面，我给你举个简单，在我们社区里面要想继续开放游泳池的话，都找不到以前能够做这个所谓的就是所谓 lifeguard 或者是跟这方面有专业知识人的这个就是所谓的雇佣。所以呢，好多行业现在不能够维持它的生计，不是因为没有生意，是没有从业人员。所以这个行业需要很大的保护。那么政府如果你继续发钱的话，可能这个行业慢慢就会这个所谓的 deteriorating， 就是完全消失到慢就自己就所谓自生自灭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呢，政府有必要用一种完全积极的态度来开放边境的话，先把这些行业里边能够让它稳住了，然后再说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恢复啊，再说它的所谓的完全的发展。第二个呢，我们需要很大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投入，其中有一大块就是所谓人力的投入。如果你不试着开放行业的话，那么我们人力投入的话就会找不到很多的所谓劳工。那么你不这就得提前做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开的话呢，可能会在90月份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是有必要继续开放，还是说
可能不能了。第三个，我想可能这次的开放边境可能改变了加拿大政府的以往的对疫情防御的一个战略措施，就是说从完全的防御性的这种战略这个战略措施，变成一种像倾向于英国的所谓的佛系的，就是说慢慢我们已经打完针的人了，你不会死亡，那么我们开放以后呢，这些人他们是可能最早获益的人口，那么对于没有打的人是一种刺激，能够帮助他们说，哎，那我们是不是也跟打呀？因为看还有很多好处，所以这种策略上这个所谓的改变，我个人觉得，可能它的积极的所谓的因素比它的负面因素要多一些。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整个开放以后的话呢，可能对美加的经济的影响的话呢，我想可能。经济上的好处加拿大得到的比美国的要多一些，所以这是我就会觉得从经济层面来说，我来分析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开放边境对于加拿大来说有长远利益和短期的利益，而短期的利益可能更重要一些。现在来看，好，谢谢朱教授。那么刘先斌，因为我们知道了现在这个这次美国的态度是大家之前没有估计到的，因为他确实说 delay 到8月21号以后再确定下一步的这个计划，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不对等的状态？你的分析是谁？美加边境的开放呢，其实一直都是存在于美国施压，因为美国非常的希望能够开放边境，能够来到加拿大。那加拿大呢，虽然在经济啊各方面都是美国的小老弟啊，常常受制于美国，甚至被这美国各种大型企业连锁企业在加拿大赚进了钱啊。但是加拿大在疫情这一方面，从去年一直以来呢，我觉得加拿大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就是他开始在历史上少见的啊跟美国不同调，然后敢抵御美国的这个种种政治上或者是经济上的施压啊。那我觉得加拿大在从去年到现在，在全世界防疫跟对疫情的控制，还有对于人民在疫情中受的损失，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啊。在防疫方面，加拿大积极的采购疫苗啊。那么在疫情都还没有爆发之前呢，加拿大已经向世界各国，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哪一种这个疫苗对人体最有帮助啊，所以加拿大疯狂的采购，已经采购了相当于每一个人可以打四倍于人口的疫苗的这个剂量啊，超过2000万剂的这个疫苗。而且呢，在加拿大的各位这个观众们，我也跟你讲一个好消息哈，不管美加边境开不开，世界各国的旅客来不来，疫情会不会再发烧，加拿大的疫苗已经买到2024年啊。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以辉瑞跟莫德纳疫苗来讲的话，其实他们这两家公司都已经非常积极在作为应对于各种变异的病毒。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mRNA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这个核糖核酸啊，或者我们所谓的辉瑞莫德纳这个疫苗是人类最新的科技啊。那我说过呢江医师也在场啊，如果江医师有不同的意见可以等一下来纠正我。这个疫苗基本上很简单，它做了一个蛋白质的链子，好，模仿这个病毒的特性做了一个蛋白质链子，然后放在我们身体里面。原理上来说呢，它应该是这个保护力最强，然后副作用最小，因为它很容易，它就是我们身上的 RNA 啊，跟我们这个蛋白质的成分是一样，放在我们身体里面，让我们身体自动能够辨识明白病毒的状态，然后产生抗体啊。那么这个一段蛋白质的链子呢，就是像链子一样，像手环，像项链一样的链子，针对于变种病毒呢，它能够做最快最有效的改变。它把这个链子拆开，把里面两个珠子换成新的两个珠子，基本上的这个蛋白质还是跟它原来的这个 RNA 这个病毒的状态是一样，只不过针对变种病毒的特性放了新的珠子进去，再把它关起来啊，还可以很快的跳过人体的三期实验啊。所以以后呢，这个在这个疫苗之前呢，这个病毒是人类的灾祸，在疫苗之后，如果我们持续不断的研发新的有效疫苗的话，那么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新冠病毒变成为常态的流感。好像刚刚江医生说的，我们打了疫苗之后，针对于变种病毒，我们也不会有重症，然后呢这个也不会有高的死亡率啊。那所以我们加拿大疫苗买到2024年了哈，就是等于针对第三剂、第四剂、每年一剂、每年两剂等等的这个疫苗，我们都已经优先采购了哈。那对于这个边境开不开放，个人的这个
对于这个疫情的安不安全呢，我有几个小秘方跟大家分享哈，你在全世界各地没有听见的哈。那么首先呢，我讲这个可能你已经知道的或者不知道，我要再讲一遍，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呢，按照江医生的吩咐跟指示，我们还要继续戴口罩，可是有很多人戴口罩戴的是不对的啊。我要说一下，我们人体的基本的温度是大概37度摄氏左右，除非在加州这种比较热的地方，要不然我们的呼出来的空气一定是比周遭的空气的温度要高。也就是说在物理学上我们讲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所以你呼出来的空气很快就会飘于高于你自己身高的这个位置，因为外面的空气气温没那么高。戴口罩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就是你的口罩戴上去以后，像我现在说话，你的口罩是不会移动的，对吧？如果你说话的口罩会动来动去的，它从它落下来表示你在鼻环里面有问题。鼻环里面有什么问题呢？如果你的人体呼出来的空气37度摄氏，它就会很容易从你鼻环这里就出来了，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带源者，你会很容易把你的病菌传给别人。另外别人的空气也是空中飘动，你这里很容易空气进来啊。这个地方是离在整个口罩的构造上离你的鼻孔最近的地方，这里有空气进来，其他的地方一般都比较严实，再加上你的脸胖胖的话都比较严实，那这边的空气进来都比较困难，而且经过比较长的距离才能够到你的鼻子来，所以口罩湿戴的正确性对于防疫能力有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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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这个原则。加上我们华人鼻子比较大，不像我这样子的啊，你戴了口罩这里不捏，空气很容易进出。另外啊，男生可能不是很方便，但是我有兜的，有口袋的，有背包的，你随身带一瓶这个酒精消毒液，不管是 sanitizer 比较浓稠的，还是像这种喷剂型的啊，要带一瓶的身上，因为你摸了门把，你上洗手间，去了餐厅，你摸了餐具以后，你的手常常在不经消毒之下就会接触到嘴巴，或者是鼻，或者是眼，这个是容易传染的。另外啊，给你分享一个小东西啊，这个是一个橡皮做的一个橡胶做的一个小小像手表一样的，可以戴在手腕上，这个里面可以装酒精液或者是这个消毒液，然后这里有个小孔，戴在手上啊，随时随地挤一下喷出来，你就可以消毒你的手。但尤其是门把，你也不需要再摸瓶子，你就可以消毒你的这个这个手跟这个你需要消毒的这个手的情况。另外一个啊，我要针对全世界超过14亿的华人同胞们呼吁啊，我们华人呢有一个非常神奇的这个饮食习惯，也有一个非常糟糕的饮食习惯，就是呢我们吃饭的时候常常一大家子人一大堆朋友啊，我们拿了筷子就在这个碗盘里面叉叉叉啊，所以我鼓励大家，不管你的家庭的单位是有孩子没孩子，是夫妇俩还是跟着朋友吃饭，在餐馆里在家里面，请大家施行公筷母匙啊，这个公筷母匙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就给你举个例子，我跟我的太太结婚了以后，我们生了两个孩子，结果呢我们去在家庭医生的这个每年的建议下，我们去做这个验血各种身体检查，结果赫然发现我的太太是 B 型肝炎的带源者，然后我是没有抗体没有抗原的人，医生说你赶快去打预防针 B 型肝炎预防针，我说这个还好我身体够强，要不然我也变成 B 肝了。所以我们咱们中国人啊，这个是全世界 B 肝啊感染者全世界最高比例的民族，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筷子文化。所以大家保护自己，不管你将来要不要出门旅游，不管你打了疫苗没有，不管你有没有戴口罩，请大家使用公筷母匙，谢谢。好，谢谢这个刘先生。不过不知道江医生有没有补充啊？江医生是不是可以补充一下简短的这个关于卫生方面？我补充一下这个数据吧。关于刘先生刚才说的，就是 mRNA 疫苗，它可以产生比较快的新的疫苗，这是完全正确的。其实呢，对比一下吧，就像那个牛津阿斯利康的疫苗，它大概需要3个月的时间才能开发一个新的疫苗，最起码最短的时间。而 mRNA 疫苗呢，其实呢它有点像邮寄的包裹，它外面那个包裹啊，纸箱啊是一模一样的，只是里面放的东西变成不一样，所以它在最短时间其实3个星期就可以开发一个新的疫苗了，所以在这个速度上它绝对是有这个优势的啊。所以这方面我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现在你们也看到了，
辉瑞疫苗的CEO 啊，辉瑞的 CEO 他已经说了，对于 Delta 的变异，我们已经有新的疫苗准备好了，你们要的话，我们就可以上市。他就可以这么牛气的告诉大家，其他的厂家啊，Moderna 也这样说过，Moderna 其实在 Alpha 的时候已经说过，我们已经开发好了，其他的疫苗都不敢这样说。那么另外呢，关于呢那个公筷的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也是一直在宣传，但是呢，里面呢有一点点信息大家知道，就是 B 肝。这个病毒是体液传播，一般的情况下，唾液里面的传播的机会是比较小的。但是呢，用公筷可以预防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细菌吧，我们叫那个幽门杆菌，也就是说造成胃溃疡的。这个确实在没使用公筷的情况下，一个家庭里面或者和别人吃饭的时候，经常会传来传去。所以说，很多反复有胃溃疡的患者，大家全家都应该查一下，不单单要查他自己，因为很多时候就是由于这个习惯，大家是用不是用公筷在吃饭，这个细菌啊，就大家就传来传去了啊。B 型的那个乙肝的这个病毒呢，用这个方法传播的并不是这么厉害啊，这就是我纠正一下。好，谢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来分析这个开关的问题，等一下回来。哎，江医生啊，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这个人打疫苗没有反应，就是没有这个副作用，这是不是说明这个人或者以前已经？好，欢迎大家回来跟我们共同参与这个有关加美边境重开的这个话题的讨论。我们知道8月9号起呢，边境的测试呢就变成了一个抽样的性质，同时呢3天的酒店隔离这些措施也会取消。仍然有一件呢，就是如果被这个海关官员觉得你有一定的问题，他还会要求你有14天的隔离。当然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江医生，因为大家一直以来对于一种就是第一针和第二针打不同疫苗的这样一个情况，有一些疑虑。那么当中的很多 information 都在这儿这个传播啊，也当中政府也说，哎，其实没关系啊，如何如何。也有人说，如果打两针的话，可以说对于这个对抗其他的这种变种病毒会更有效。您的观点是怎样？欧美就西方医学是一个 evidence based。医学也就是说需要证据，临床证据，没有临床证据，其他的都是猜测。现有的临床的报告来看的话，我们混打只有两种疫苗的混打，我们有临床报告，这两种就是牛津阿斯利康的疫苗和辉瑞疫苗混打。这就是由于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在欧洲那时候有血栓的现象，所以说他们停止了牛津阿斯利康第二针的注射，不得不用辉瑞来跟上。各个国家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的临床的研究，发现这个混打不但安全的，而且可以刺激很高的免疫的反应啊，这点是。但是如果说其他疫苗的混打，我们现在是没有数据的。在这方面来说的话，从我们一个医学医务人员来说的话，我们觉得这是不安全的啊，这是实事求是，是不安全的。但是一个好处就是，至今全世界有很多种的不同的混打，你们加拿大也有混打啊。至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非常高的不良反应出现，也就是说他们的副作用和打同一样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至于这个免疫反应的话，我觉得混打的免疫反应不会被单一的打某一个疫苗会低，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免疫反应，特别是像辉瑞和 Moderna 这两种是完全相同类型的疫苗，如果混打的话，我觉得免疫反应是会有的，只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会不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副作用。那么刚才也有人就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一直在讨论这个所谓第三剂的这个追加或者是叫加强针，那么究竟这一个加强针有没有效，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必要呢？您的观点？加强针或者叫第三针，其实呢有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个呢好多人有没有搞清楚。一个概念呢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举个例子说，你打的第一针是辉瑞，第二针是辉瑞，第三针原来的辉瑞再打多一针，啊，这就是现在以色列在做的，他们也不是对全
民，他们只是对那些免疫能力低落的人，他们觉得要加多一针，增加他的体内的抗体，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就是说我打第三针，但这个第三针是完全不一样的疫苗，这个疫苗是针对变异病毒的这种第三针。这种第三针从我们现在的数据来看的话，还不是完全有必要，因为我们现在的疫苗，注射的完的疫苗，对于 Delta 变异还是有防重症、防死亡的作用，所以现在上 Delta 变异的疫苗，我们觉得还不是完全有必要。这个美国的 CDC、FDA 也是这样认为，当然他们还在统计新的数据，当这个数据达到一定的变化之后，他们会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那么我们拭目以待。那么一个大问题就是将来您觉得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每年定期都要打一些疫苗来预防这个COVID-19。 这个情况我觉得有可能会出现，这最主要取决于，并不是取决于我们了，要取决于病毒了，这个病毒大佬变异的速度有多快，这个是一个关键。如果说它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个变异，而且这个变异让我们已经施打的疫苗越来越无效的话，那么不得不我们每年要打加强针。但是单纯的从疫苗的本身，特别是辉瑞和 Moderna 的疫苗本身，我们发现辉瑞 Moderna 疫苗可以刺激出非常好的就是记忆免疫细胞，这些记忆免疫细胞可以在体内存好长时间，甚至于好多年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如果这个病毒不变异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很长时间不需要打疫苗了。OK， 好，谢谢江医生。那么我们回到我们这个重开边境的问题啊，这个朱教授，您觉得excuse me， sorry， 我再问一下 sorry， 那个江医生的那个名字怎么跑到前面去了？我再来 sorry， 好，那么谢谢这个江医生。那么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重开边境的问题。朱教授，我们知道大家普遍还是希望重开解封这样一些措施来重振经济，但一旦出现新的疫情，是否会再次拖慢经济？从英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您觉得这种佛系的这个开放是否成功呢？我觉得我接着江医生刚才讲的那些知识，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延续他这个思维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能够产生一种疫苗，就像我们每一年打流感一样，或者打 Dengue 一样，那么呢，这疫情呢就会很好的被控制住。换句话，换句话说的话，就是我们人类不应该因为某一种这个疫情被长期的拖入这个经济困顿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第二呢，我个人觉得话，所有的疫情的政策都不是完完全全的经济政策，换句话，它是一种政策，它是一种政治和我们对人民的身体的这个所谓的关怀，包括我们医疗体制的承受能力。第三个才能说到经济。那么如果我们科学已经能够到那一天，像江医生讲的一样，那么我们能够随时产生一些防止各种病毒的疫苗，那么谁提前这个开放这个所谓的这它的边境，谁提前促进经济政策能够出台，那么这个国家在以后的国内经济也好，国外经济也好，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如果还有疫情，还有第四次反复，或者有更多的变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COVID-19 的话，其实完全可以看到一个曙光，就是我们有完全的科技能力去创造出来更多的这个所谓的免疫的针剂，来防止我们有大面积的这个所谓的传染人群。最后一点我要讲，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现在坐在家里边等着完全都安全了，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了，再开始去讨论经济问题，你可以想象一下，对整个这个国家来说，对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所谓的日常生活来说的话，有多大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个人觉得话呢，如果科技能够到那一步，那么今天可以起步来恢复经济，然后呢制定一些好的经济政策，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开始打下一些基础，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反过来讲了，如果说
如果要再有第四次反复非常大的，其实 COVID 这个病毒是很长时间了，只是 COVID-19 是一个新的东西。那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我们以后还可以有张三李四各种各样的那个病毒。如果我们长期什么事都什么事情我们都不做，只能坐着等着安全了，我想这个日子可能不会有的以后，所以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就是我们面对这种病毒，那么同时我们应该积极的促进我们经济的发展。刚才其实您在这个第一部分的时候已经提到，就是说这次的这个重开当中有些政治因素，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联邦大选可能大家呼之欲出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您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两边对开什么时间是最适合，也就是说最适合这个举行大选，或者说可能对于目前的执政党帮助最大，您的观点？我个人觉得话，我们确实需要一个这个什么大选，或者说我们需要给不管哪个政府上台，给他一个 mandate， 就是这个国家今后怎么办。那么在巨大的赤字、很困难的这个经济的挑战面前，下一届政府应该怎么做？那么我想自由党的话，他有一种责任感，可能觉得我们应该得到一个民众的一个再一次的这个认可，结果他可以改变从一个少数党政府变成一个多数党政府一个机会。所以呢，但是呢，我觉得并不取决于美国是否开放边境，只要加拿大这次做的比较好，不会发生大的问题的话，我想联邦政府的大选可能应该在九月底十月初之间。那么我个人觉得可能自由党赢的这个胜算的数字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会不会成为一个多数党政府，我想可能跟保守党和 NDP 之间的政策的这个制定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保守党现在是疲惫于这么应付自己的一些关键的政策，摆他定不了。那么 NDP 的话呢，现在是在想着他要怎么能够维持自己的这个局面。所以我个人觉得联邦政府大选可能会在九月底十月初，而且自由党可能赢的机会很大。好，谢谢朱教授。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刘贤斌，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可以谈一谈这个行业几种分析的。其实从旅游业来说，我们知道有这个 air flight， 就是所谓的飞机啊，或者是还有这个游轮，那么有人说十一月份可能会重开游轮等等。那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旅游巴士，这其实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当美国的游客来的时候，肯定先是这个开车来的，那么进一步可能有更多的这个旅游业会投入到当中来。那您觉得我们加拿大准备好了呢？这个对于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在加拿大有几项在防疫上面的特色第一个就是加拿大人呢，因为我们非常的听从政府的安排，所以呢我们都乖乖打了疫苗，现在可以说是全世界施打率最高的一个国家之一那么在全民都能够接种最有效的这个所谓的mRNA 的疫苗，那么而且呢能够控制住疫情，那么将来我们不管是我们自己出国或者是接待外国的旅客来加拿大，我们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底气跟基本的基础那即便针对将来有可能比如说美国从欧洲带进来的变种病毒，那现在的科学显示好像刚刚江医生说的，还没有完全需要急迫性的需要打第三剂或者补打其他的疫苗。为什么？因为目前我们所施打的像辉瑞、莫德纳等等的疫苗呢，不但是全世界最有效的疫苗，而且针对变种病毒还是有相当成功的有效的防护力那现在我们世界上最常见的一般的四种疫苗，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所谓的 mRNA 的疫苗，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叫做灭活疫苗比如说在中国我们所研发的就是灭活疫苗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腺蛋白疫苗，或者是另外一种叫重组蛋白疫苗那目前重组蛋白疫苗并没有完全真正的在这个WHO 或者美国等等国家认证上市，还在接近完成研发的阶段，但是目前已经出现的疫苗来讲的话，我们所施打的辉瑞跟莫德纳还是最有效的疫苗那虽然我们知道现在变种的病毒非常多啦，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现在还出现了新的叫做 Epsilon， 还有这个是 Lambda 多重变种的这个病毒，那么科学的这个研究的报告了，阿尔法比原来最原始的这个 COVID-19 这个新冠病毒的
染疫率高60%，然后呢 Delta 又比 Alpha 高60%，所以这个变种病毒不容小觑，是非常可怕。那我们真心的期望这个目前我们所施打的疫苗啊，就是辉瑞莫德纳等等的疫苗，对于这个变种病毒呢还是有相当有效的这个控制力。那么对于这个即将开放或者我们期待而来恢复常态性的旅游的这个方式呢，我们必须要乘坐一些旅游的这个工具啊，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飞机啊，这个火车啊，这个邮轮跟巴士。那么所有这些密闭形态的交通运输工具呢都是最危险最容易染疫的啊，所以呢即便我们将来恢复到常态，或者加拿大美国或者加拿大对全世界开放啊，班次恢复了，这个巴士旅游也恢复，那么还要看这个到时候的疫情的情况啊。我非常赞成加拿大在疫情这方面的防护呢是比较有可变性的，而且有弹性的，而且是考虑到国家安全的这种方式，比如说跟美国边境的开放，一言再言，一变再变，为了保护全国人民的安全，今天我宣布了我明天开，可是我明天我又说不开。我非常赞成，因为这个是有关于国民生命跟全国甚至世界染疫传播的这个安全性。那对于将来要出门旅游的这个各位观众，我要给你建议了啊。那么如不管你是到哪一国家去旅游，请你出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购买旅游保险啊。那么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个保险公司也改了很多的政策，现在以前是啊，你付了每一天保险费多少钱，按照你的年龄啊，以及你出游的国家而做区别啊，美国或者非美国的旅游，然后呢，一天是多少钱，按照你的年龄来划分。但是从这个新冠病毒出现之后，疫情开始的保险公司有个新产品，就是你出门一切的保险啊，这个我都包，但是不包你染上新冠病毒而需要的救治。所以现在你出门以后要买两种保险。除非将来有改变，一个就是普通保险可以包括你任何医疗上的需要，另外一个就是新冠病毒保险你有其他任何的，不管你是这个外伤内伤或者感冒或者是这个重大医疗的这个需求这个救助等等，那另外就是新冠病毒的感染跟后面的救治呢，它必须你要另外买一个保险。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住，除非这个新冠病毒消失，或者你觉得你不需要有投保，那么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因为我们加拿大是全民保险的，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你出国买额外的医疗保险可以保障你到加币1000万，也就是说你在深山里面万一失足了，万一受伤了，直升机都可以来救你，这样的保险一天没有几块钱加币，因为这个加拿大是全民医疗，你出国的保险费其实是买了额外的医疗保险其实是非常低的。那我衷心的祝愿加拿大以及全世界各地的这个疫情能够赶快过去，然后呢我们不但是能够注射好的疫苗，像我们在加拿大，我们华人是第二大族裔，所以一个好处，我们华人开玩笑的说怕死，所以我们都非常听话，第一爱打疫苗，第二爱戴口罩，第三跟人会保持距离看到不认识的人就怕得要命，生怕自己会染疫所以这也是加拿大防疫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祝愿所有全世界的国家，包括加拿大、美国大家能够在这疫情这一波过去之后，我们能够赶快恢复的常态，并且健健康康的活着。谢谢。好，谢谢刘先生。那我们知道这个刘先生，我相信他的意思是说在 BC 省我们是第二大族裔，如果从全加拿大来说第二大族裔应该始终是法裔的加拿大人了。那么我们这个回到这个所谓的变种的问题，江医生，我很想请教您，就是说因为这个疫苗的研发永远赶不上这个变种病毒，那有没有可能未来会出现一种所谓的这个All in one 的一种疫苗，或者说这当然是可能是痴人说梦，这永远不会实现，但是您觉得这种可能性高不高呢？现在呢对于病毒的治疗的研究，当然现在大家都在谈论是疫苗的问题，觉得这个疫苗我们要不断的开发，其实呢从医学界的角度来说呢，疫苗永远不会是一个最终的答案，因为就像您说了，这个新冠病毒其实每一个月都在变异，当人传染的人数越来越多的话，这个变异的概率就是越来越大。其实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思路，就是要找一个药物，这个药物就是可以遏制住这个病毒的，就在体内病毒的复制的。
我们大家可能知道说 Merck 的公司啊，惠誉公司啊，都在做这方面的研发。其实对我们医学界来说的话，我们非常希望有一个药物可以出现。这种药物呢，如果出现的话，可以是一种广谱的，针对病毒的一种药物来的。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能达到一种，我们做一种，新冠的流感化，可以达到这种程度，死亡率啊，重症率啊，可以再进一步的下降。因为你做疫苗再做的再快，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人不愿意打疫苗。嗯，那么您觉得就说对于加拿大的游客到美国这个问题，美国会不会有一些负面的想法，比如说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传染，或者说美国根本觉得其实加拿大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您的观感是怎样？美国不会管，美国人不管说政府还是人，他们都不大会管。因为你看一个先例，就是看印度的情况，印度上一段阶段发的这么厉害，美国政府都是迟迟疑疑是不是要阻断印度人来到美国。所以从这个美国的政府来考量的话，对于加拿大人来到美国，他们不会有过多的顾忌，人民就是我们普通大众更加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了，因为加拿大和美国对我们来说基本上就像邻居一样。那么就是说从现在您觉得两国之间最终可能达成这种所谓的互相开关的状态大概是什么时间，您觉得可能的机会是在什么时间？这个最主要取决于这个 Delta 的变异在全世界造成多大的危害。因为现在最主要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说英国和美国的数据在显示 Delta 的变异造成了确诊案例在不断的上升，而且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尽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好多政策就是针对于这个 Delta 变异制定的。我的初步感觉 Delta 的变异将在八月中旬到九月初达到一个最高峰，然后就会下降，因为那个时候该传染到的已经被全部传染到了，它的危害性相对来说因为已经可以讲到最低的了。当时到那个时候会不会有其他的变异，我们现在还并不清楚。但是 Delta 变异我觉得在八月中旬到九月头应该会慢慢的过去了，那个时候开放才最有可能性。好，谢谢。那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这朱教授做一个总结的发言。朱教授，我个人觉得话就是八个字，就是这个疫情常在，人定胜天。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管将来看见跟那看不见的这些所谓疫情，我们都应该有一个积极的心态。那么不管是促进自我生活的健康，还有促进国家经济的健康。刘先生，您的时间。如果针对就是将来国界是不是重开，不管针对美国跟各国，还有一些其他的前提，我可以说一下。比如说现在加拿大跟美国呢都不承认中国自己研发的疫苗。当然中国跟美国互不相认那但是中国也有意思，就是他自己呢，他这个是大中华地区BNT 也就是辉瑞疫苗的总代理。他把疫苗卖给所有华人的区域，然后其实在中国国内他们也可能吧，我随便猜吧，就是这个高层啊或领导人他们都打了辉瑞的疫苗。但是呢他其实在中国上海的复星公司他是有辉瑞疫苗的那么但是他不承认这个疫苗。所以将来是一个问题。美国加拿大重开国境之后呢，像加拿大我们现在重新考虑是不是要同意，因为我们现在以加拿大为例，我们只认证四个疫苗。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跟江森疫苗。那加拿大现在正在慎重的考虑是不是要承认 WHO 世界卫生组织承认的世界的七个疫苗，包括中国的两个疫苗。因为如果你不承认的话，你的国境开放加拿大是这个最大的入境旅客，第一名是美国，第二就中国。中国的旅客是不是能来造访加拿大，来加拿大旅游，是加拿大的相关旅游经济行业恢复的一个重要指标再不要说台湾自己研发的疫苗根本现在都还没办法三期临床这个解盲，随便。所以呢这个对于各国的疫苗，加拿大跟美国是否认证
会切身的相关于我们整个国境的开放跟世界的流通。谢谢。好，谢谢，谢谢今天的三位嘉宾跟我们共同参与这个有关加美边境的讨论。我相信这个可能呼之欲出的加美边境的这个互相解封是势在必行。那么也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关注我们的节目，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两岸三地。加国情，各位观众再见。再见，再见。谢谢谢谢谢谢幸会幸会两位，江一征和刘先生的这个知识真是听了以后胜读三年书啊，像我这个对。